慧宁时间，上一集我们介绍了人类博物馆，这一集我们继续来参观一下。现在面前呢是有一堵红色的语言墙，它按地理位置的分布呢显示了当今世界语言的差异，给人以非常直观的印象。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时间轴上的宇宙变化，您会发现呢，我们人类的出现和人类文明不过是漫长岁月长河当中的短暂时间而已。现在正在人物博物馆里面呢举行大型特展，主题是我们和他人，从偏见到种族歧视。这呢也是人类博物馆2015年10月重新开幕以来的首次大型特展。它呢回顾人类历史上的制度化分歧，也审视法国和世界的歧视状况，在当今世界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慧宁时间，法国巴黎。